学生运动，各位都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台湾会这么进步啊，转型非常成功的，就是在他任内，好像一个叫野百合运动，然后整个把国民大会啊这些老的统统把它换掉，然后开始直选，由他开始，他是第九任，然后第十、十一，然后十二、十三，啊，这是我们总统。那我们这个展间呢，就是介绍那个影片，就是介绍历任每一任总统他的生平的严格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有时间的话，这个真的是每一个总统他怎么样啊，这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。那另外这里有几个总统的他任期里面，他们的一些就是一些政绩啊，一些比如说什么是总他的总统副的他的副总统或者他的行政院长，这个每一个电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。啊，这是这个展间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带到各位到隔壁去啊。各位看到李登辉总统这里佩戴一个勋章，这个是什么勋章？各位知道吗？就是总统只有总统可以配的叫做才艺大勋章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也是才艺大勋章。然后老蒋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青天白的勋章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过去看勋章，哎，请各位过来。